从这里流到手，忘了。你怎么了？ 杨明这个名字，你听过吗？杨明，没有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。阿姨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要知道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实情啊。 那个叫雨初的姑娘，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，而且她还跟我说，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叫若婉的女人。我听着这个名字很熟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